您的佛性般若，欢迎收看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噶玛巴语录。我们在追求自我利益的时候，很重要的是应当智慧的自利，而不要愚痴的自利。愚痴的自利是指用一种狭隘、短视的方式追求自我利益。智慧的自利，则是指拥有宽广的视野，并且承认我们个人的长远利益植根于众生的福祉。智慧的自利就是慈悲。时常保持一颗清净的慈悲心，可以使最普通的语言和最维系的行为流露着最高贵的气质。佛法是一种方法，是治理心病、改善自己、修理自己的心的方法。就像东西坏了，要修理。但修理心，没办法拿锤子来修理，要爱护自己的心，也要管理自己的心。心跟心要沟通，对自己与自己的心要有个良好的关系，要守护自己的心。到一个法，学到一个法，都要能够成为调伏心的一种方法，能够成为对治烦恼的一个对治法。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很投入，真正地去实践，不是只有祈祷或是发愿，不是那么简单。修
行是一种磨练，像是一种军队的操练，我们一定要精进，一定要投入，一定要在真实的生活当中把它实践出来，就是要实践，要实修，这样才能成为真正的修行。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己在修行，但是好像没什么进展。为什么会这样？最主要是我们没有好好思维，暇满此生，获得甚艰难。每天应该念诵这个偈文100次，而且好好思维，分析此偈文的意思。当我们对于暇满人生有一些强烈感受的时候，再去次第学习利益一切众生的方法，你才能够真实圆满自利，利他。人类的智慧，如果没有用在好的一面，而用在不好的一面，这样将对整个地球造成很大的伤害，也对地球上每一个生命造成很大的威胁。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静下来想想，身为人的责任是什么。当我们的发愿心愈广时，我们获得的快乐愈多，越稳固。同样的，我们将越有能力面对及承受各种的痛苦。我希望大家都有如是发愿，有能力面对苦痛，也才有能力拥有稳固的快乐，这才算是个圆满的人生。希望大家心中都能拥有这坚强的快乐。不动佛也称为无嗔佛，为什么会得到这样名号？因为他曾经发了一个誓言，未成佛前，我不对任何众生起嗔怒心。我深受感动。心中想，
希望能够跟不动佛一样，心中没有嗔恨，先不谈来生，来生会投身到哪里，自己也不知道，但至少今生投身为人，有人的头脑和智慧，如果能把握不嗔恨，也是不错的。我们再来谈皈依的根本。皈依的本质是什么？它是一种除佛外无究竟导师，除法外无真实道路，除生前外无他伴可同行法道的认知。当我们想过河时，一定要有船夫才行。船本身自己不会动，但假如我们所依非人，便会迷路。因此，我们一定要找对同伴，一同行于正道上。这里指的就是僧伽。对众生慈悲，乃是一种希望能带领一切众生由轮回海之各种问题和痛苦中解脱的愿力。这些众生累劫来都成为我们的母亲，照顾我们，关爱我们，所以我们要帮助一切如母众生由痛苦中解脱，这就是慈悲心。我们应当尝试着改变自己的个性，但是奇怪的是，我常常听到人们说，我的性格就这样了，不然要怎样？很多人一生过去，完全没有任何的改变，也许心性真的很难调伏，但也就是因为它是如此难以驯服，所以才要调伏，不是吗？如果持守清净戒律，不失善果的宝藏就有主人了。
如果我们内心有着深厚的佛学底子和实修体验，这当然值得赞叹。然而，就算没有如此的修为，只要心中保有一念不害众生的心，这就已经是功德一件了。因为这念心已经帮助你自然而然地在自利和利他了。希望大家铭记在心。杀害动物的话，只是犯了他胜罪，但是以菩萨戒的角度而言，没有这样的差别。由于菩萨是对一切众生发起大悲心，因此只要是刻意伤害众生，哪怕只是一只小虫，也会犯菩萨的根本堕罪。这一点我们都应该谨慎。说，当然要能100%的改变，也不容易做到。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连佛陀都没法用一个方法改变所有的人，更不用说自己了。所以我们要按照自己的能力，就算只能做到一个方法，也要尽力去做。就像我以前说过，符合佛陀心意的步伐，一步也不可延迟。重点就是按照佛陀的脚步，勇敢地迈步向前。一般凡夫深陷轮回的痛苦中，要升起一点点善心都很困难，但是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还是有人愿意升起善心，甚至行持广大的善心，实在是非常了不起的。因此，我们对于即便是一个微小的善心、善念的升起，都应该要去随喜，不应该轻视。
有句话说，知足能常乐。如果心能平静，常安住在平等心中，就会常常觉得很快乐。反过来，如果容易受外境影响，别人一句话，你就心如波浪，高下起伏，这样的心就会失去自主性，喜乐痛苦都由别人，由外境决定。佛教慈悲置业花莲分会端午佳节前夕启建大佛顶首楞严三昧法会，恭请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日期6月16、17恭诵大佛顶首楞严经，6月18礼拜三昧水忏，消灾超荐点灯供水要供护身及甘露施食，时间每日上午8:30开始，地点花莲中心，花莲市建国路160号，电话03-831-1673，03-831-1673，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福恩。端午佳节亲子活动，大手拉小手，香包手作客，羊毛毡香包，材料使用费100元，工具老师提供，招生对象与人数10人满班。7岁以上大朋友小朋友，一个小朋友可由一位家长陪同，日期6月22日星期四下午2点开始，地点东山吉祥书坊，宜兰县东山乡东山路2段478号，03-958-0286，03-958-0286，03-954-0455，03-954-0455，报名方式采线上填写表单或是电话洽询，联络电话03-958-0286，03-958-0286，03-954-0455，03-954-0455。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我净见，一切无有如佛者，
风和日丽的吉祥五月，适逢人天导师释迦牟尼佛圣诞。为庆祝佛陀圣诞，并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佛教慈悲置业云林观音讲堂特别在近期举办庄严的庆祝佛诞节恭送玉佛功德经金刚经法会，以透过读诵诸佛菩萨的经文来摄受大众六根，并祈愿玉佛的功德能回向法界众生离苦得乐。法会开始之前，主法广护法师为大众开示玉佛的主要目的与心态。到底怎么样才是正确如法的玉佛呢？其实用什么或者是拿什么东西来去供佛从来都不是重点，不然的话你看啊，南传也有他们的玉佛的方法，汉传也有玉佛的方法，尼泊尔、印度也有他们的方法，都不一样啊，到底哪个才是对的？就是说的，哎，尼泊尔有他们的玉佛节，他们的佛诞节，我们汉传有汉传的佛诞节，南传有南传的卫塞节，哪什么时候才是玉佛节啊？实际上佛陀要我们的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在玉佛的时候来亲近三宝的时候啊，心里面还能够念及这一点点这个佛陀所说的这个教法，乃至这个一字一句一记。所以为什么金刚经里面所说啦，就是若人呢就是愿意呢去听闻书写一字一句一记，都胜过你呢用恒河沙等等的宝物呢来供养这个天下的众生。功，因为功德从这个思维修里面来，从觉悟中来。好，所以呢这就是以上呢今天我跟各位所讲玉佛功德经，同时也解答了每次都会有人问起的玉佛可不可以芋头的疑惑，到底怎样才是正确的玉佛，广护法师为您解答。那到底能不能芋头呢？其实对依经典来说是可以，但是当然你们就依自己的习惯啊，因为有些人可以说只能芋肩膀，有些人说可以芋头不可以芋头，其实呢各家道场不一样，但是我们看经典了，其实以前是可以的，是这样子，洗澡哪有不洗头的啊，这样啊、所以呢等一下呢两两出来，然后呢最后我们这个大众呢遇完佛之后呢，我们直接接灵山会上佛菩萨，就是接佛前大供的衣柜。在广护法师慈悲的带领下，大众恭送玉佛功德经，随后现场法师及居士大德们依序上前恭敬地舀起香汤，沐浴如来悉达多太子圣像，龙天同庆，欢度佛诞。在玉佛功德经中提及玉佛可成就之15种殊胜功德，既知玉佛有如上种种功德，更须知人生难得，佛事难值，诚愿借由外来的玉佛洗去众生内心的我执与烦恼，清凉自在，犹愿佛日增辉，法轮常转，祈祝弥勒菩萨早来人间，养成过去诸佛之悲愿，广开龙华三会之法言，度脱无量人天，化五浊为净土，饶益法界罕事，速证无上佛果菩提。下午恭请广护法师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秉诵恭诵金刚经，祈愿借由此次殊胜玉佛法会汇聚万众的善念，让六道众生皆能共沐佛恩，离苦得乐，同登觉岸。生命电视云林采访报道。初唐，从社出时，当愿众生深入佛事，永出三界。生命电视。